财神爷降临，来看到的是台中东区一间彩券行业者，5年多前成立了集资群组，让客人可以集资下注。没有想到今年的大乐透春节加码大红包，30人集资了21万，幸运中了最大奖100万元，每个人可以获得将近3万块。彩券行开出大乐透春节加码大红包，头奖100万元，业者开心放鞭炮庆祝。100万元扣完税，还有838400元。彩券行的工作人员忙着将这些钱分成一包一包，因为中奖者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而是有30位的幸运儿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拿到钱好开心，只是说还要再继续再接再厉。原来他们全都是彩券行的客人，一共30人一起集资，没有想到幸运中奖。因为大家参与啊，金额比较高啊，所以中的机会也比较大。参加集资已经3年了，几乎每一期都会集资。我之前还有中个人大约分1万多。这次30人一共集资21万，平均一个人可以领到近3万元。台中东区的这间彩券行5年多前成立了集资群组，让客人可以一起集资下注，一起拼好运。有我们的集资的客人到现在将近400个，陆陆续续还在增加。彩券行受到财神爷眷顾，开出100万元大乐透，连带让店内的买气也很旺，大家都想要来沾点好运气。记者吴黄之遥台中报道。